么还不来啊？害我等了那么久。啊，你说的是真的？不小心碰掉了，人不在怎么办啊？那个，把你的东西碰掉了，对不起啊，我加上你好友，把钱转给你，好吗？对了，你是咱们学院那个做游戏的社团的吗？我见过你们的集体照耶，在学院公众号上。我叫方欣，是团委新闻中心的，能带我去你的工作室看看吗？说不定还能帮你们宣传呢。
那个，过来一下，我想听你讲你们做的那个游戏。哎，别刻意吓我。